走啊？侯爵。哎呀，我本来想走下方通道的，我这一看，哎呀，关灯了。哦，坐电梯吧。啊，坐电梯，坐电梯。不好意思，马总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侯爵，你听我说，我刚才是一时冲动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不是真的那么回事。而且没事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你知道吗？别跟我扯。你爸要是知道了，我就只能辞职了。侯爵，我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就相信我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走了走了，叔啊，走了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我说什么呢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刚才太着急了，我跟他解释了，解释。不是他怎么看我们的关系啊？我们是正儿八经谈恋爱的，他刚才看着我们在这偷偷摸摸的，这算怎么回事儿？这，哎呀，我跟他解释了，我们是误会。哎，小敏，你不能。哎呦，我想跟你说。哎呀，小敏，好了，我求你了，小敏，好吧，我求你了，小敏。哎呀，小敏。马勇这老哥，深藏不露呀，看不出来吗？平时，哎。你说他这算是办公室恋情吧？啊，他身为一个高层领导，知法犯法，我是不是可以把他发展一下，变成办公室无间道？哎，你说刚才是不是给他吓够呛？行了，这个就是。我定制的海城八号的施工方案啊，咱们大伙儿看一看，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建议，不同看法都提出来，都说一说。这小侯总都说完了，来来来，大家都谈谈你们的看法吧。小侯总这个方案不错，用的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建材。嗯，实施方案很合理，而且预算都控制在范围之内。然后呢？意见呢？建议呢？小侯总，您提出的方案理论上非常完美，但是这种材料我们国内没有使用过，必须邀请国外的设计师亲自来指导。咱们的工人不会施工，要请国外的工人来施工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要请国外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话，那它的费用和周期可能会增加。最重要的是工程质量没有把握。那这个材料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？通常来讲，如果用新建材的话，我们会把工人培训时间和返工的时间计算到工程的周期里面。但是这次我们没有这个时间。那你们说一圈，意思就是我这个方案不可行是吧？说话呀。哎，那个小豹，啊，你说两句，你看看我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啊，小侯总，这个新型材料呢，我也没用过，的确不太熟，所以我也不太好提意见。行吧，散会吧。你说这个小侯总啊，对呀。真是想一出来一出。建筑设计师月薪20000，
小韩，小韩，哎，哎，马总，怎么了？你看什么视频那么过瘾啊？总没看视频呢。走，侯总叫你。哦，好嘞。进来。哎，侯总，您找我啊？小韩，来来来来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，坐。那个，今天那个海城项目会开的怎么样啊？坐。挺好的呀，那个小侯总，思想活跃，头脑清晰。我不是想听你说这些，我需要你直言不讳。我是说的实话，真的。知道我为什么让侯爵来挑头去实施这个项目吗？因为小侯总很优秀啊，您的眼光也非常准。错了，我这么做的目的，是为了要用事实来告诉他，他的能力水平根本就不够，所以他现在还达不到他应该达到的水平。我为了锻炼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现在这个海城项目啊，马上就要进入正轨了。具体的实施还是由你来主导。嗨，怎么样，侯总，您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哎呀，没有办法，等以后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你就知道这个爸爸不好当了。是是是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嘛。小韩，好好干，有任何要求尽管向我提，公司全力配合。好，行吧，侯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小韩，你怎么了？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那个侯总，还有一个事儿，你说。啊，就是之前咱说的那个设计总监的事儿。啊，设计总监，哎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啊，小韩呀。设计总监这个头衔实际上是个虚的。业务能力水平，这才是实的。你的业务能力水平，全公司上下谁看不见呢？那你需不需要我专门给全公司召开一个大会？我在会上，我说包小涵对我们公司来说有多重要啊？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呀。不不不不，那个侯总，您误会了。我知道您非常重视我，我也真的非常非常感激。可是我说的是那个工资的事儿。当初您不是跟我说好了，我来了公司以后，竞标要是成功了，您就把我升到设计总监，然后年薪50万吗？这个事儿没跟你办吗？没有啊，而且我连这个劳务合同都还没签呢。啊？这太不像话了！还没签啊？马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当初我们把小韩请到公司来的时候，我们当时怎么答应小韩的？是不是马上给小韩解决他所有提出的要求？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你赶紧问一下人事部到底怎么回事。人事部，我是马勇。这包小韩的合同怎么到现在还没签呢？你们都干什么吃的？不是，但你们赶紧把这事给办了，否则明天都不要来上班了。对不起，侯总。他们说有几个人请假了，而且最近事儿特别多，所以事儿比较多。事儿多是理由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如果包小涵这个问题不把它马上解决了，人事部所有的员工，包括你在内，全部给我滚蛋！不是，别，那侯总，那严重了。小涵，担当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，马总，我对不起。这个关键时刻不能分小涵的心，明白吗？小涵啊。刚才我一激动，这心脏，你看。您消消气吧。哎呀，小韩，我跟你说句话，该你的，一定是你的，一分钱都不会少啊。海城项目现在已经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了，现在需要你集中所有的注意力，把这个项目给我完成好了，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来。拜托你了，你放心，你的事情我亲自来解决。哎呀。侯总，我信，
侯总您也放心，那个我一定全力以赴，好好干小伙子。那侯总、马总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侯总，您也别太为难他。他的事情我稍后我再处理他。你去吧，你去忙。像什么话，马勇？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接下来看他的实施能力啊。他能力能达到，这钱就给。这么好的机会留给他，他还问我要钱，我没问他要钱都算好的了。